And now the much anticipated Lot 13 Stegosaurus Apex, a mounted Stegosaurus skeleton. Shall I sell, Adam? At 40 million then. That's yours, Jody. Sold. 就是这个瞬间，全球至今发现最大、还被昵称为“巅峰”的剑龙股价，在美国纽约的苏富比拍卖会上，以4000万美元的拍卖价售出，成为史上最高价格卖出的恐龙化石。而且4000万美元这个数字，其实还不包括买家的佣金，所以整个交易价格将上看4460万美元，折合新台币高达14.5亿。 这副剑龙的骨架高3.3公尺，长8.2公尺，是由379片骨头组成，其中有254片是真的恐龙化石，其他的骨片则是用 3D 列印的方式组成的。苏富比表示呢，他们这副恐龙的骨架从挖掘、修复到组装都有全程记录，保证254片恐龙化石绝对是童叟无欺。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